不是马上可以到，我就是说现在就可以过，过你那里，但是要稍微等一下，我就在装货，装完货就过去，十分钟左右吧。哦，要不然可能不行，15分钟左右。哪个仓库？我现在我只能找你啊，你们那里我人生不地不熟的，我找。哦，我看一下。